水不深，我的天，看到到，哦，飘了，都看错地方了，应该掉头往那个上面开。 车都看不到了，还是来挪车呢？哇！哦，哎呀！ 水很深哦。哎呀！十六万，江月老娘从去河里耍，搞到年都好大年。啊！我这年纪不玩了，老去玩一下吧。啊！你这年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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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年纪
啊，他那里起火的，哪家厂起火哦，也得一塌糊涂的。嗯，看见了没的？哎，哪家厂起火的？啥疙瘩的？看这里。哇哇，大石头！那边怎么了？哇，好大的石头！好家伙！快走！大师傅。
我我这边那炸炸炸龙怎么忘了？咋回事？扶下来啊！扶下来都没了。下不来呀，放心，下不来呀。喂。哎，听了，我听着了，我俩知道来人了，知道来人了，这边给打扫过来，给打扫过来。行吧，这不知道啊，快躲，快躲。不知道上班时候下来，我也还待会儿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下一下。啊。哎呦我。山里滑坡，好棒的人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